看看这大骨髓，老铁们，三天不吃馋的不行了啊！先把这个筋吃了吧。哎呦，好烫。哎呀妈，肚里真有货呀。这一个筋都能吃饱，吸一个。太香了，两天不吃就馋了。这别吃了，喝点红油去吧。牛骨髓安排上，哎呀，这个个头挺大啊哈。太烫了，这样把我烫了。
哎呀，真黄啊！烫啊！糟糕，掉地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小心一点吧。好胖啊！这个筋太硬了，咬不动。因为我们炖的时候时间太长，炖的太久，我觉得它就那什么了，它就凝固了。我跟你说，中间这块是最好的，看见没？它是一个整个骨头，看。再弄弄它，像这种它就会中间有隔层，它就不往后出掏，看见没？中间它有隔层，有个骨头隔着。像这边上的它就是少了，它就没有那么多了。